我很害怕这个。混蛋吗？我跟你讲，今天一整天通告，精力都放在这里了。你把精力放在这里，但又不能失控，你知道吗？我们这边最适合失控。现在有偶像包袱。包袱，你没看到这吗？欸、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我脱掉了，是不是？脱掉了，是包袱。因为大家只要一脱我、脱我、脱我，就会失控。我现在克制力很强。真的假的？嗯。可是我看各大影片，你都是在失控当中。中间空间有两根香肠在冰箱，然后有一根香肠跟另外一根香肠说：“哎、欸，好冷哦。冷”另外一个说：“咦。”你会讲话啊？刚刚发生什么事情了？没有，现在变9000多人了。你再给我讲笑话试看看啊！有点慢哎、欸。哦，好慢啊、哦！真的好累。有点变态的感觉。性感。哎、欸，变得比较骚了。对啊。哎呦，那个眼神。啊、完了。真的吗？真的。两倍速、啊。可是我本……哎呦。哎呦！哇！人数到达15000人。15000人，您太厉害了、欸，真的像那个快转。真的，你们跟我再跳一次。我好、啊，都跳快的。我还是可以。全哥，你们说好的直播就是轻轻松松的，怎么这是他这次宣传最累的一个节目、啊？真的好玩嘞！他的打呼声真的很大声。我好害怕这个。混蛋吗？混蛋吗？我不知道 ，I don't know. Sorry. 你知道什么数字是最幸福的数字吗？不知道。是5。为什么？一比五。啊！过关，过关，过关，过关。哎、欸，他好容易尴尬、哦。过关，过关，过关。